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六间房，参与我们的准点开房。哎，镜头有点歪，有点歪，有点歪。哎，我真的很难得哦，通过我们的镜头视频呢，跟大家在我们的六间房相会。以前呢，我都会介绍我的身份说，啊，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戴军，但今天不是，今天我是什么呢？我是六间房我们准点开房的我们的房主。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家客厅，房间非常大，环境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要恭候各位呢，一起来参与，见证一件非常牛掰的事情。这事到底有多牛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投票来参与。如果你觉得很牛的，投一；如果觉得不够牛的，就说戴军好帅。那我就能感受到你觉得我们这件事其实就很普通。为什么我要说是很牛的一件事呢？因为你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网络史上的第一次在线直播小剧场表演。这是很难的一个表演，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卡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在疯狂的赶着时间换景换装，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观众跟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互动。我看到大家哇，现在给各位留点时间啊，都在进入我们的房间。今天我们的六间房呢，以往大家可以看到六间房的平台上有很多人呢在那里弹的吉他，或者在自己的卧室啊，在自己的洗手间为各位唱歌。但今天在这个里呢，可以看到我们请来很多北京很牛的小剧场的演员，通过六间房这样一个视频平台跟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小剧场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水果，对吧？有各种水果，我们的水果还有啤酒，有吃的喝的一应俱全。如果说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中呢，你觉得哎呀哪个演员真的是我的心头所好，我非常的喜欢他，那你也可以给他捧捧我们的鲜花场啊、飞机场啊、火山场啊，或者说在我们的第一个表演结束以后，我可以把我们刚才参与表演的演员请到我的左右，但大家可以说哎，我喜欢这个，我可以跟他聊5块钱，聊10块钱都可以，聊个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平台打破了所有的框架，你以往在电视上在网络上看不到这样的表演，所以非常的牛掰。好了，闲话少说，各位呢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现场呢也有很多的方法，除了投票我们的一啊和二啊，我们呢也会有一些题目要请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我今天说一个题目吧，如果你能在第一时间答对的话呢，你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六间房的这样客厅里面来准点开房。第一个题目就是李白是怎么死的。哦，动动脑子哦，不要正常思维，我们是脑筋急转弯，李白怎么死的。好，第二个题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小呢听过的有一句，就是叫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呢担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四个和尚能干嘛呢？赶紧李白怎么死的？李白头发白死的，错，醉死的，错，老死的，错。哎，我看到有人写了四个和尚干嘛的？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你一想就想到了，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题目，我们的题目是五个和尚能干什么？大家想想五个和尚能干什么？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戴哥好帅，真的，我，您说错了我的心里话。您跟我妈的感觉差不多，我妈也觉得我很帅。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平台呢会有很多的好的北京小剧场演员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网络直播小剧场的表演。准点开房，现在要开房了。首先呢要带来第一个表演，非常的有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啊？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有些人他拔刀了以后这个路就不平了，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含义。那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英雄救美，10个小段子一次交给你。那你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呢，你觉得哪个好就可以投1、2、3、4、5、6、7、8、9、10，看哪个得的票数最高，哪个就是今天表演最精彩的小段子。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发生在某个朝代的英雄救美。来，
的歌。妹妹，好姑娘，快救救我！大侠，谢谢你。都是应该的。大侠，大侠，Ready, set, go.你是应该好好谢谢我。红红的太阳。
表表的是名誉和颜走啊姑娘，大侠，救救我，走，
大侠救命！下下去就死。大侠，谢谢你啊。你是应该好好谢谢我。谢谢我，为啥都是我？哎呀，救命啊！黄姑娘，哎呀，大侠，你救救我们！虽然我不是大侠，但是可以救你。来，姑娘，过来，上眼啊！啊，绝对能给你变回来，满意的啊！来，走。没完了是吧？装是吧？来，兄弟们，上演，来！你问我们没人呢是吧？啊？什么玩意儿啊？什么情况？给我跪呢！跪！跪！打人了！啊！我问你们，钓鱼岛是谁的？是你们的。黄岩岛呢？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就问你，黄岩岛是谁的？是你们的。回答我，很满意。停停停停停！